全公皆因偷嗒坤哥，正因黄出奇喊爆嗌分手。今日有报道爆出，吴业坤有个2014年港姐亚军嘅正印女友黄出奇，拍拖已经有1年半啦，但龚嘉欣仍然毫不避嫌咁去坤哥屋企自拍亲密短片。有指坤哥同黄出奇系做 J2 节目《安乐窝》嗰阵认识嘅，对住女方嘅43寸长腿，又点可以抗拒啊？据指当时坤哥好快已经将黄出奇沟到手，不过有艺毒坤之称嘅坤哥又点会放弃沟女嘅机会啊？当然要保持独男嘅形象扮单身啦，所以佢同黄出奇嘅恋情一直都冇公开，直至今年年初有报道指龚嘉欣同吴业坤拍《爱回家2》嗰阵擦出爱火，龚嘉欣即使知道坤哥有女友都一于小利，甚至去坤哥屋企自拍亲密短片，最后就被证人发现，更加喊住表示要同坤哥分手啊！其实在龚嘉欣出现之前，坤哥和黄出奇都很 sweet 的，就好像早前坤哥在红馆开 show 咁啊，黄出奇就坐正第一行中间支持男友，真系隔空啊都感受到份爱意啊！而且二人亦不时会在社交网站上面对话，甚至坤哥会上载亲密合照，绝对羡煞旁人啊！不过被指系小三惯翻嘅龚嘉欣突然加入二人嘅关系，中意沟女嘅魏独坤又点会放过呢个大好时机啊？又指坤哥对拍拖已久嘅黄出奇缺乏新鲜感，感觉对方冇太大嘅吸引力，小三就自然能够乘虚而入啦。不过其实一只手掌系拍唔响噶，若果只得嘉欣有心，坤哥系无梦嘅话，又点会破坏到呢段奇坤恋呢？所以坤哥都有一定嘅责任噶。所以而家只可以唱一句。原来他不够爱我，原来我坐后备座。